们今天想谈的话题是真货还是赝品，谈谈中国文物流失海外和回归的问题。一说起中国古代文物，也就是古代中国流传至今的艺术珍宝，在世界各地的流传这个问题，必然就牵扯到一个比较伤心的被盗被抢的这么一段历史，同时呢，还必然会牵扯到一个国内不愿意介绍、从不敢面对的，就是那些被当时的政府认为合法的考古发掘、运走和合法的贩卖出境的大量流出的珍贵文物，这是不容忽视的。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随着王朝的灭亡，不管是晚清还是中华民国，都有大批的富豪和知识分子携带他们保存了多年的珍宝逃到海外。这些大批的真的艺术珍品，就这样被合法又合情合理的带到了国外，然后，随着他们的生活用度的需要，必然就要出现被转卖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得谈到，因为只有我们专业搞汉学史的人才知道，就是近现代有大批的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到中国来，啊，从明代开始就已经非常多的成规模的，那么，这些人在他们回国的时候，甚至在他们在中国停留期间，就把他们购买和获得的赠品，大批的中国珍贵的文物，开始运回自己的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客观的现象。包括什么图书啊、家具、瓷器、青铜器、古字画等等，啊。那么这个途径，按照古代来说是标准又合法的，很多购买是合法购买的，因此出境也是不成任何问题的。总之，被盗被抢的是极少一部分啊，这是我的结论，跟国内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文物流出海外有多种渠道。可以说有将近10种渠道，但是其中一种才是被盗被抢，而且数量并不占多数，啊，这是事实。你比如说，沙俄帝国时代的著名传教士比丘林，他在北京和整个中国国内待了十几年，到他决定离开中国的时候，他一口气儿就雇了几十匹骆驼，啊，每个骆驼上满满的都装了好几箱东西。给他驮回去，驮到俄罗斯圣彼得堡。所以呢，这几十匹骆驼驮走的东西，你按今天解放大卡车来装的话，怎么也得有个四五车了吧，是吧？这些很珍贵的图书文物啊，艺术品珍宝，就这样被他几十匹骆驼驮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了啊。那么在此之前，你比如说唐代，当时的日本留学生和韩国留学生到中国来，从唐朝学习以后，每个人回去都是整船整船的装了大批的中国文物图书携带回去啊，这都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当时的政府还认为脸面很光彩啊，还赠送，因为什么？认为中国文化传播世界，孔子思想传播世界啊。我大中华脸面光彩，大大的搞啊！所以那个时候没绝对没有说文物禁止出境这么个法律规定。那么后来出现了啊，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和八国联军侵华，再到日本侵华，这三次大的侵略行为，才是中国文物大规模的被盗被抢的这么一个历史经历。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在全部从唐代到至今啊，中国古代
艺术珍品跟文物流出到国外，这个数量，这个途径，它只占十分之一，啊，并不是很多，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确一点啊。刚才我们说王朝更迭，你比如清朝皇帝被赶出皇宫以后，那么他的为自己的生活的需要，还有他手下的太监宫女，偷偷的也在偷文物倒卖出去，啊，更主要的出现了土匪军阀孙殿英盗抢东陵和更大规模的啊共产党军队封锁了东陵以后，在那里公开的秘密的啊大规模的盗挖东陵。这是两次东陵遇到的浩劫啊，每次浩劫都是几个月啊，所以造成了清朝大批文献资料跟珍贵文物流传到世上，流传到海外。那么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古代文物珍品流失海外。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造假的东西也大量流出了，也就是赝品。赝品在海外流传的就更多。民国时候由于珍品发财啊，珍品不容易得，所以造成赝品大量盛行，而且当时造假的技术非常高明啊，以假乱真就走到了世界啊。今天很多世界各国著名的博物馆里面都有大量的中国的文物的赝品存在啊。最近几十年赝品就更多了，而且呢同时出现了一个不该有的现象，就是所谓海外文物回流，实际上就是国内造假然后运出海外，然后以海外名义回流再回到国内，就变成真的了。你比如说书画啦、瓷器啦、青铜器、玉器、家具、工艺品等等啊，一些造假的地方已经举世著名了，比如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造假的多，河南也有书画赝品，河南、江浙与山东，青铜器赝品主要出自河南与陕西，玉器赝品主要是辽宁、安徽跟江苏，明清家具赝品主要是广东与福建，甚至还有外国的厂商参与造假，比如荷兰的戴尔夫特、德国的麦森和日本的伊万里，这些是生产瓷器仿照中国古代瓷器，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分不清真假啊。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老板们借着出国旅游的机会费尽心力淘来的所谓天价国宝其实是赝品啊。国内拍卖市场上、收藏市场上曾经出现过说海外回流文物非常受欢迎，但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敢愿意当接盘侠了，因为不保真，一旦被认定为赝品，那么可以说几千万的投资就打水漂了，个别情况下也会出现真品的流失，那是由于盗墓啊。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比如江西省余干县一个县就800多座古墓被盗，四川全省在八九十年代被盗的古墓多达24000多，青海全省也是2000多座古墓被盗啊。说到这里我就得说说我的老家白羊城，我们家祖先几位在清朝做官的进士举人啊，他们的墓居然也被盗了啊。后来他们，我还是打电话，甚至我到当地派出所报警，最后还被昌平县公安局立案了啊。那么盗墓就出现了中国文物走私的一个国际性的高潮，外流文物最近这二三十年可以说几乎是将近100万件啊。那么目前呢，全世界在国外啊，中国以外世界各国保存的中国文物官方的博物馆里面总数将超170万件，而民间私人家里收藏和私人博物馆里收藏这个数字要在10倍以上，也就是说超过1700万件啊。那么全部加在一起应该是2000万件左右。那么2002年国家财政部跟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一个项目，叫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资金，每年拨款5000万，主要征集海外
和海外民间保存的珍贵文物，那么结果就客观上带动了整个国内国外中国文物拍卖市场跟私下里走私的这个价格的高涨啊。尽管这个中国早在1997年就正式加入了关于被盗跟非法出口文物公约，而且中国海关已经正式下达了出口禁令，1949年以前不准出境啊。1949年以后的有多少个著名的书画家不能出境，多少个艺术大师的作品不能出境，这都有详细的目录啊。1911年以前无论什么都不准出境啊。所以我在移民美国之前，我专门处理了我在北京家里整整两间房子里啊，我保存的所有珍贵的文物，没办法啊，因为带不出去，只好全部都处理掉卖掉啊。那么这里面虽然签订了这么多个条约法律，但是并不能制止这个文物被拍卖，也没法说外国收藏的博物馆或者私人藏家就把这个文物主动给送给你，因为按照这些法律规定，它是私人购买的，它保存若干年，已经付出了一些支付了一些成本，那么就不存在无偿归还，你就必须得支付人家相应的啊价格和损失，特别是很多文物早已经被漂白了啊，你的文物被 A 盗走，那么 B 合法购买，然后现在传了 N 多代到了 C 啊，你根本就没有追讨的理由。而且中国古代文物不是唯一的，它一件文物都是好几件，怎么能知道你这件就是故宫里那件，是吧？所以你拿不出决定性的唯一性证据证明说这个就是故宫里出来，那么就等于没有用。那么你比如说3000年前西周青铜器虎鲀，这是被前英国海军上校 Evans 在1900年圆明园抢劫的时候他盗走的珍贵文物，那么前几年被国际公开拍卖。你再比如前两年著名的元代青花瓷鬼谷子下山啊，也是类似的被盗文物，但是现在由于对方已经被彻底漂白了啊，我们这边你拿不出你拥有它的铁证啊，虽然是中国文物，但是那个是中国文物还是合法买卖等等你都没法确证，你怎么知道这个就是圆明园被抢走的那个，你放圆明园什么位置，请你出示原始的保存照片保存记录诸如此类的，这些我们都拿不出来了啊，所以那么这个文物的追讨也就等于零，缺乏所求的必要证据链啊，因此呢，按照现在所谓法律来追讨，绝对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说的是，大家看到这些文物，其实某种意义上你要感谢他们，因为如果留在国内，肯定就要被破四旧啊，被文革所抄家、所毁掉，甚至被 N 多次的政治运动所抄家所毁掉啊，所以呢这是多少个大劫难留在中国很可能早就毁掉啊。我曾经国内有一个小粉红信誓旦旦地说，只要是我自家的东西我愿意怎么的关你们个屁事啊，我愿意砸愿意抢是我的。那我就问了一句，中国文物属于世界，是一种文明，你们以为仅仅是你家的东西吗？是吧？何况还不是你家的，你们家还没有，你们何必要革人家地主老财家里的这些珍贵的文物的命呢？只是为了拿到手里，你砸了叮咣叮响，你就体现了你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你就不忘记这个时候你的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共最邪恶最让人不可耻的鄙夷的毁坏文明毁坏社会啊，毁坏历史文物的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你们有什么资格脸面索要这些物留回祖国呢？是吧？谢谢大家。
在本节目结束之前，如果您感到满意，请订阅本频道。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进程。谢谢大家。